这么急不可耐呀、啊？你难道不知道嫁给我，要做好守一辈子活寡的准备吗？妹妹，这么好的姻缘我都让给了你，你要好好感谢我。夏真心，你不是最爱冷家轩的吗？为什么要我嫁？你要嫁的是冷二少，冷之行。记住，明天开始不用去学校了，不要枉费我们养你这个孤儿这么多年。哦，忘了告诉你，冷家二少是个瘸子，不能人道，好像脾气也不太好，之后就要麻烦妹妹好好照顾他了。二少就在卧室。人呢？他就是冷之行。冷家轩，我要让你一无所有，包括你心爱的女人夏景熙。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过来。难道你想让整个夏氏为你陪葬吗？伺候男人不是你信手拈来的吗？为了爸爸，我一定要忍，要好好照顾他。这么急不可耐呀、啊？你难道不知道嫁给我，要做好守一辈子活寡的准备吗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好照顾你。好，夏锦熙，冷家轩不是很爱你吗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娶你？从今天起，你就睡那儿。不能让他知道我是替嫁的。为什么那个残废可以抢走我的女人？爷爷，你太不公平了。锦熙，我好后悔啊，后悔当年没有把他给撞死。我让你们都付出代价。嘉轩，为了瞒住你爷爷，再等等，过段时间我就去找你。